知道，就像我跟人家说啊，告诉你们这些小伙伴，平时呢都好好吃饭，知道吧？可不能生病啊！啊，都把自己的身体吃的棒棒的、壮壮的，都不要生病，知道吧？啊，你看，你们大鹏哥哥今天都生病了吧？他不听话，我平时让他好好吃饭、注意休息，还不听。天天搁这照顾完你们，还得去干活去，晚上再去加班再干活，这下累倒了吧？今天还要来，我都没让他来。你得跟你们小伙伴说，让你的小伙伴们都乖乖都好好的吃饭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多多呀，你就别下嘴了啊！什么天了？月亮，你看你换啊啊，不早了，九点了，我得去干活去了，你们也回去吧，回去在家乖乖等我回来啊，好吧，走走走走，回去了回去了，来回去喽，来来回去喽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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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，回去了，回去，快回去，快小声进去，进去。这群小家伙在家里边要乖乖听话，知道不？小王子，我要出去干活去了，你们都在家里面听话。大鹏今天生病了，没让他来小院，我这边呢活也少，今天正好活也少，然后给我师傅一块拆了一个发动机，发动机进水了，泡水了，坏的挺严重的，然后那个这个主人说，就是咱时先放来放着，先不修，回头看看是换一个怎么办，所以我现在这会儿没事就回小院看看这群猫孩子们有没有听话。到小院门口了，看看这群小家伙们在干嘛。哎，这狗狗怎么都跑出来了？大鹏，你怎么过来了？
我不让你搁家歇着的吗？你要在搞单子，你先过来晒晒太阳，要舒服呀。那赶紧歇着吧，我来。没事，你给我过，你歇着吧，过。没事，过吧。你歇着。这都弄完了。我过，没事。你别干了，别干了，你歇着，我呢。没事。来，你拿着这个。别干了。这是感冒，就病还没好，就来干嘛了？我还想嘞，我就走，我去干活的时候，狗都关起来了，怎么都跑出来了？这不还想他们吗？这玩意儿来这边晒太阳也舒服点儿，在家光歇着也难受。在家光歇着也晒不着太阳。过来了。我听你这鼻音还嗡蓬蓬的，还好了。打完针了，这个也有打两针差不多就好了，没什么大事。可得注意啊，平时让你好好吃饭，你也不愿意吃，你看你瘦的那样。我怕他们搁这不听话，我走的时候专门给关起来的。对的。我一看都跑出来了，我跟你说，怎么回事了？因为你也不搁家多歇两天。没事，在家一闭眼歇着，就想让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，关键。这都过来看看。豆豆又玩水了，豆豆刚才。你这最好再歇两天，你这感冒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吧，但是浑身都不得劲儿。是的，确实身上。没大有劲儿，喘气儿跟平时感觉不一样，还行。我听你鼻音、说话声音都不跟平时不一样。嗯，有点重感冒。是的。重感冒打针了呀，我平时都不打针。行，打针就行，然后你该吃饭，这两天先别出去干活了，搁家就好好歇歇，该吃的。别再不舍得吃，不舍得喝。嗯，是的。好好吃饭，瞧不瞧没事了。是的。我要有月亮都能吃，我也得胖。是不是月亮？啊，你天天吃那么多。月亮一顿肉干你好几天的饭了。干我一天的。你别抢人呐，拦不住你了，蝈蝈，拦不住你了。等哥哥啃完你再啃吧嘛，啊！等哥哥啃完你再啃。过来了，豆豆。你也得好好吃饭的了。冲冲这一脸的弄不着的，冲身上底层的那个绒毛我看长出来了。嗯，冲冲得挺长时间没有那种挠过了。对，快好了。耳朵边上那个叫啥的，螨虫的那个肉也没有了。好。前天我来的时候，它脚又卡那个床里边去了。怎么插进去的呀？怪不得平时不按小床上面上。是。我看看你。头痛。嗯。这插的爪子也看不出来。这听的话，我一来的时候我听他哼。你的脚是怎么插进去的？他还有那个谁拉开多好掐他。嗯，好像都他两人好掐，其他人没见人掐过。
呢？来握个手来，握个手，握个手在那，握个手，握个手。嗯，停停停，握个手。你看活塞还要过来了，你看。在那门口那想转，他个体大的转不过来。我看鼻子露出来一个。你看果果，自从你搁这圈子，他都搁那趴着，好像没动过。嗯，是的，亲人都，你看一个个都换着来找我。嗯。嗯，你在这陪他们玩吧，我去给他们做晚饭去，该吃晚饭了。行。陪陪他们。嗯。一天不见就可想了，嗯，你就想了吧，我自己去弄就行了。